西多讲的，他在设计的过程中居然有个律师，他说这个大坏蛋，他说一定要说收手续费，要收什么百分之什么多少的手续费，他说不，所以以后的我叫我们的战友以后赚了钱，没事情就花钱玩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夫妻之间，你想转我想转，就花钱玩。以后我们就是有的是钱，做了这个我们有的事情，我们要花钱玩，凭什么要去要中间要有手续费啊？还另外的话，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配合。